距离大陆网决斗已经过了一年，我输给千千的影片已经超过了482万点阅。事到如今，怎么要冒出一个新的大胃王啊？大家好，我是露露。像现在看过我跟千千的影片就知道，对我真的超帅的。所以呢，我今天要来血池来决斗吧，露露。不要说我欺负你啦，露露。今天啊，就用你来选一个比赛的挑战。那我就要比吃蛋吗？100颗茶叶蛋大对决。小我呢，今天准备了100颗蛋，因为我超喜欢吃，所以我一定超会吃。你有没有把握赢我？我是不想接来的。OK， 那我就开始白痴豆。100颗茶叶蛋大对决，你有没有把握赢我啦？我真的不想听，我不想听到我输的碎石。可是其实我本来想说，我不一定会赢你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没有那么喜欢吃茶叶蛋。你没有那么喜欢吃，可是你是职业在吃这个大胃王的对决东西啊。不是他大胃王用自己会喜欢。我不管啊，大胃王就是要超会吃，什么都要给我超会吃，不然你们就给我20啊！不对，大胃王不会20啊！我蛮好笑的。说真的，小爱我真的超喜欢吃蛋。今天一定要用我的优势方来让大家知道，我今天一定就是来斩钉截铁赢。你知道我今天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吗？我就是为了赢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超想要赢这个比赛的。所以我不知道赢了这个比赛到底对我的人生有什么意义。你是很喜欢跟大胃王比赛？没有，我是觉得我如果赢的话，我就可以毁了你们的生涯。那我就可以取代大胃王，我有一个新的定位，有没有很厉害？啊 ，bang bang。等一下比赛，我们是一人50颗这样子，好不好？你会算数吗？刚好已经分了吗？差不多啦，就是你可能不知道多几颗，就一人50颗，然后我们看谁先吃完，包括蛋黄全部都要吃完，包括这个铁锅一半都要吃完。OK， 应该铁锅是不能吃的，你知道吗？可是吗？你说包括这个铁锅一半要吃完？请问现在你是笑笑吗？你完全搞不清状况哇靠，哇靠，哇靠！那你需要饮料吗？我当然需要。你需要饮料 ？OK， 你要杯子吗？不要，你就这样喝，你也做是不是啊？我专喝家庭号。家庭号听起来我都会觉得是卫生棉或者什么奇怪的东西，你知道？很痛啊！你给我打我啊！难怪我没有朋友。比赛开始吧，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哦。那我要开始哦，我真的要开始哦。你会觉得我很啰嗦吗？不会。你可以觉得我很啰嗦啊。好，我就跟你说，那你可以觉得我很啰嗦，就一直说。你可以说我很啰嗦。好，你非常啰嗦啊！你都骂我啰嗦，他都骂我，你们攻击他。OK， 比赛开始吧，来，一 ，Go。空虚的开始，我以为你会吃的很像那种啊，砰砰砰一直吃那种，不会啊，不会吗？为什么比赛那么什么小林尊那么那边吃，你应该，我也要，我噎到，为什么？你现在是你是机器人是不是？好强哦！为了奖励你，再拨给你一颗。我觉得不行啊，这力实在快吧，三哥，我才吃一周吃那么快干嘛、啊？我超慢的、欸。你又不能干嘛？你又不是对决大胃王。我跟各位讲一下，这只要去超杀的、欸。小月，我真的虽然很喜欢吃茶叶蛋，但蛋黄超级杀，然后就真的哇，很像是你知道我喉咙里面很像有冰掌那种，一直砍的感觉。你吃超快，你到底吃几颗？你有算吗？吃一颗，他吃一颗，我来吃两颗，很快吧？你比真千还快，会不会等一下吃完你还被我都讲到语无伦次了啦？我们吃这东西会不会得非洲鸡瘟死掉？还不会嘞，说不定啊。我们现在有流行非洲猪瘟，上面鸡也说，我们要流行一下，然后我们就得非洲鸡瘟死掉了。非洲有吗？我不知道，看看。放火下油。看一个人生活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没钱了。放我一个人生。对啊，我终于讲出这个笑话，好棒哦！在2018年，我终于把这个笑话完整的讲出来，嗨拜一下。不是我弟，来干嘛？干什么？这超棒啊！想塞嘞？你以为你是不是快输我了，所以想塞？那放在这里啊。不是你的，为什么放在这里？都放下去。那你把吃了。第十，我赢他了啊！我赢他一点点，但是我吃完我就50.1这样子赢你。你到底吃几颗？十颗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猜啊，可能更少吧。现在过20分钟了，请问你到底现在到底吃了几颗？我不知道。加上蛋黄，你现在还有20颗左右。那你知道我们大概44颗？我怎么只吃6颗啊？我觉得我吃超多可是我怎么好像完全没有少啊？我这个是不是会那边会有1亿元一直在生蛋啊？我们今天去吃火锅怎么样？吃火锅还要吃？你不是说要跟我约晚餐？真假啦？你一直吃东西，拿来跟我说我们今天去吃火锅，太夸张了吧？应该太好啦，你就去吃嘛，好不好？那我说一下，现在大概过了25分钟，我现在算是一般正常人吃的量。你吃到10颗，你就真的真的很不舒服。现在真的超不舒服，应该帮我加油，我不会卖你的心意啊。小玉加油，还好，全吃了，不要。现在已经过了15分钟，现在过了15分钟，谢谢大家。你一直在胡言乱语，现在25分钟，现在15分钟。现在已经是25、28、27、27，我打美式足球了。奇怪，好笑的不笑你，又不难笑你，在那边笑得那么爽，真的很莫名其妙。我已经整个世界都搞混了，你到底要笑什么？你要不要数一下我？
个。等一下，我一在五四级，我觉得我还可以再救一下。十几个啊？是这么少了？差不多剩十颗吧。剩十颗？就是、我剩多少？就是我所说的是八。我才吃十颗，就干脆比世界纪录好了。你不要来这边当什么 YouTuber， 你过来比赛啦。不要，太痛苦了啦。为什么？因为要跟人家竞争。那、啊、你不就跟我竞争？这是一个非常轻松的小比赛。这是一个非常轻松的小比赛。我鄙视哦，我说我订阅我多吗？我只会吃东西。等一下，我喂你吃啊！他需要超电磁炮吗？啊，我不知道，我看看不下去。那真的变态了。那我们现在是2-1，好不好？那小心啊，我大杀四方啊，我怕我吃一架。各位，以上就是100个菜叶蛋的退局。总之呢，各位看到了，他全部吃完，真不知道到底一个人怎么可以吃下50颗的蛋。我才吃十颗而已，就这样，而且还有超多的，我真的吃不完。真的55颗蛋，他吃了55颗。你不要再让我重演一次好不好？为什么要配合你啊？我是想象症。你们可以去试试看，可以吃5颗就好。身体会警讯告诉你，好像身体过量那种感觉。根本就真的吃不完，你怎么？你可以告诉我你到底怎么吃，然后可以塞进去，然后就是好像没事这样子。有人杀回这种，你也可以吃撞球啊！你来撞球翻一顿。欢迎各位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你们可以挑战看看这个50颗对50颗的对决。今天感谢露露来告诉我，就算吃好吃的东西，再喜欢的也不会吃得多。那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频道啊？我要说什么吗？随便你。那我说，我想一下。我要说什么、啊？你可以帮我介绍。OK， 我喜欢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喜欢左下角订阅就点喜欢，喜欢视频点分享，随动态也可以到别人叫你按赞。那我是露露，我也有自己的频道，那希望大家可以来看看我的影片。OK， 我是小磊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有人说你长得很像喜德吗？可是我很喜欢喜德，你手好漂亮。你到底想干嘛？你今天一直夸奖我，哎，到底想干嘛？我弟。